今日分享 NP38 加火焰擎天圣这个角色，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黑猩猩队长，然后穿越到 BW2 世界里的最终形态。但是我感觉动画里的说明太草率了，就属于是那种为了卖玩具硬塞进去的配色一样。行くぜ、ライアコンボイ。お。ラッシュライオコンボイ、お、マーリングコンボイ。这就是这个配色的出处，是不是很离谱？算了，还是介绍玩具吧。人形附带一个替换脸，还有两把黄色的刀，开始变形。野兽形态附带一个替换头，配色来源简单来说就是老二打架打不过，然后叫老大来依然打不过，然后握个手就有了开挂形态，然后就打赢了。不过这个玩具做的还可以，全身透明件也挺好看的，最重要的是没有多少漆，所以不怕掉漆。最后就看看动画里它是怎么开挂的吧。ダブルマトリックスブラスター。